盲盒大抽奖50元，最后3个了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。老板上次说就剩最后3个，结果这里还有3个。哎，上次拆到了100元任选卡包，今天我们再来挑战一下。老板，这个我全包了。Hello， 小草，看看今天这里能出什么超级大奖。我们先来拆开月公主盲盒一个。我之前拆这么多盒都没有拆到超级隐藏，而且好多都是重复的，光心灵我就有3个了。我想拆到这个隐藏款冰公主，还有超级隐藏款。哇塞，我拆到了超级隐藏款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是闪闪发光的。我第一次拆盲盒拆到超级隐藏款，它的下面是一个林公主的图像，看一下它的卡片，噔噔噔，哇，金光闪闪的，是一张 UR 卡。我来看看第二个林公主，这个好重啊，原来是卡包，2包月历的晨星之梦第一代，一张 UR 的复球，最后一个时间公主盲盒笔一只，这只是冰公主。下问你们觉得我今天的50块钱赚了还是亏了呢？